动会，要不是我们忙着拍戏，好不好？对不对？一二三名绝对是，对不对？一二。想过自己要生几个小孩吗？没有。建议打吧。组个篮球队，然后参加这种运动会。怎么又绕回来？女童年纪约莫七岁，有长期受虐的痕迹。我女儿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女儿失踪一年，心碎妈妈杨丞琳在电影《淋雨》中哭到撕心裂肺，而和她搭档演出夫妻的郑仁硕不只要诠释心力交瘁的父亲，戏外更是默默照顾对方。因为那个时候他老公不在台湾，不是这个东西啊，不是陈琳她在里面，她情绪要很高涨，又很饱满。但是我看她这样子，我很于心不忍，所以我都会就是适时的去安慰她一下，碰碰她肩膀，拍拍她背，让她知道不要就是这么过头。如果过头的话，其实对自己会很伤害。你拔不出来的话怎么办？不是你已经很棒了，你不要再把自己弄得那么糟糕。真的，因为情绪。过爆的话，其实人是会变成状况不好。他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男人的那一种爷们型的人，可是我觉得其实他内心蛮细心的。然后像我演一些哭戏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有一双很温暖的手在拍拍我的背，但回头的时候发现就是他。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因为你就是会在现场一直炒热气氛，讲一些话这样子，他有 get 到吗？也不是每一场。就是他情绪那么重，我还这样，我不是很白目吗？对啊，当然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重的时候，但是他都会骂我了。哦，他会直接骂你哦。然后他在讲完之后，他然后我被我听到一次，他说：“讲得很好笑，只是我想骂他。”哦，你们是这样吗？哦，但我觉得这很好啊，这表示我们比较亲近的。因为他有喊话说希望可以赶快再合作。是我先对他喊，好不好？而且我也对他经纪人喊过好几次，到杀青之前我也喊过好几次。他现在对我够意思。你现在懂了吗？他是每次演戏都是会这样的吗？他就是100%全部出去这样子，而且重点不是 action 之后才全部出去，他是在 action 之前人到场。其实他第一天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杨丞琳，就是已经不像是我看认识的他了。就他走进来，我想说以为是住户，哇，就是已经是这样子，然后。他叫基本上素颜了，对啊，因为他叫我四哥啊，谁啊？哦，对，印象很深刻的一场，就是我要跟他说我出门了，你要乖乖等爸爸回来哦，然后爸爸亲一个，他毫不犹豫就直接亲上来，我觉得那个亲是非常的真实跟温暖的。因为自己的状况就是我不敢想象我失去儿子的那一天，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想象。失去了这一天，其实我是有习惯把我自己爱的跟我儿子的画面跟影片留在手机里面，但是我有备份在一个硬碟的习惯，但是我在翻转戏的时候，我把我儿子就照手机里面上面全部删光了，我故意删光了，然后只想到只是当下只是想要借由当下爸爸想看儿子，现在是打开我儿子照片现在没有删光，我找不到我儿子。的那种感觉，警察不是应该保护老百姓吗？保护不了，社会有什么正义啊？把失去孩子的恐惧感投入到电影中，内心受尽煎熬外，面对刑警搭档世元界何浩晨侦办连环命案，一场街头追逐戏，三个人更是耗尽体力。你们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我们一起让凶手绳之以法。我们那天其实三个都是把自己当全明星运动会的。在处理，对，好不好？因为那时候还没全明星运动会，对，我们是实属啊。对，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了，对啊，所以全明星运动会了，全明星运动会，要不是我们忙着拍戏，好不好？对不对？一二三名绝对是戏里面剪一剪就可以拍了。对，真的有人点名何浩晨要去，哎，你看，走，不要录了，什么东西？有人点名何浩晨打篮球的部分，说很想，怎样？我篮球是超级强的吗？真的假的？我以前国中联赛的时候，然后打到国中联赛完之后，被松山高中直接要征召，但是因为我爸极力反对，让我。我们有聊过，
但这一季真的没有办法。之后有机会就对了。對，希望有机会可以贡献一点力量。我们三个要一起，他们两位去我就去。硕哥这么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很忙？你超忙，你戏约不是到2023年？哎呦 ，Oh my God！ 哇，哦。不是，因为我有签保密条款，但是我里面的细项我不能讲出来，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是有空间可以去做其他事情的，所以大家懂吧？你就想象不是平面的，平面已经够累了，五层楼就好了。我们大概五层楼，两天五层楼上下大概疯狂上下40-50次吧，全速，一直到。力量快没了。对，而且爬楼梯的过程我们还要跨栏，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任何跑步动作，一些障碍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冲整天，冲完之后我们再去冲大街小巷，对，然后冲完我还要撞，对，然后要被车撞，对，然后每个人的嘴里，每个人嘴里呢，他要接那歌啊，算了，每个人的嘴里，大街小巷嘛，就是看到空气。不知道的是，我一直撞，然后撞到后来 OK 的那个 tag， 然后结束，我去看那个车，那车牌已经凹掉了。你说你把车牌撞到凹？对，就是跳上去，咣一下，然后下来，我发那个滚，继续往前冲。对。然后就看到那个钣金凹下去。这么拼？但当下我没感觉。嗯。钢铁般的身躯。对，可能上戏，回去才知道痛。对。哎呀。钢铁般的意志力果真敬业十足，不过世元界和何傲晨的好默契却似乎也意外发展出毕业楼的暧昧情愫。那是私底下的，那个是私底下的相处啦。我们私底下什么？我们没有私底下没怎样啊。哇，这个肌肉不一样。没有，因为这跟那阵子也很疯运动，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会聊他在哪里练，怎么练的。他认真的办案，但是因为在认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互相眼神交流。对，那男生跟男生交流会觉得这个案子办成，或是这个案子哎差一点，或者这个案子很苦恼，两个人都在很深思熟虑的时候，眼神交流到就会被大家误会。对，有时候是我在请求、恳求的眼神。对，就是因为其实，在里面我是有一个特殊体质的，但他很不信这一套，他是科学，我是非科学，所以我是有时候会觉得。你用我的方式吗？是吗？以为在放电是不是？之类的，但我刚刚有点 over 了。对，他那么会电人。你说真的，演 BL 的话可以吗？两位？OK 啊 ，OK 啊，硕哥也 OK， 我早就演过了，好不好？我早演过了，我早演过了。对。如果 BL， 你们尺度可以到哪里？设计的那样可以懂吗？我包是什么？回纹针是没有，你也要在场。设计是双人的回纹针，但我们要做的是三人回纹针。我包场还要我三人，你是人吗？你比较适合小清新的爱，所以可能会比较还是有点害羞，没办法。我不会，你可以，我觉得只要故事很好，然后我觉得可以激励人心，或者是让人家认同我们这份爱，他们会有同感的那种。我都可以接啊！我想到应该怎么做，从小清新开始，但是我们中间一直有很多的困难跟重重关卡，到最后面终于结合了，干柴烈火。哎呀！我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刑警，他有特殊的体质，可以感受到另外一个世界的灵魂。我真的很熟，我不敢看恐怖片，好鬼片，血腥暴力我 OK， 但是。咒怨啊！红衣小女孩，红衣小女孩有没有看？我也吓到了。你们一定要回放很多次，有几方都有了。有，我有看红衣小女孩。有看我那一集吗？我不想再看第二次了啦。你以为我可能也只会跟你们看一次而已。你是会吓到是握旁边的人手，还在吓？找你演可能像红衣那种是真的鬼片的话，我 OK 演 OK， 又看我觉得是一种折磨，所以不会参加自己的首映会。会啦，会啦。很特别的一个设定是我，虽然我看得到，但是我胆子超小，所以我容易被吓到。戏里面是这样设定，你不是本身也是啊，还好，本身还好。难怪在那天晚上拍戏，我看你都。不敢看别的地方。哎，你有注意到？我在西边啊，然后那天是要拍有灵异的东西，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只有一只手电筒。
然后。算了，不能公布太多，反正大家去看嘛。再说下去，真的就要爆雷啦！剧情翻转再翻转的淋雨，只能等观众自己进戏院看喽。完全乐今晚如黄建伟采访报道。想过自己要升级的小孩吗？那 never 一打，建议打吧。组一个篮球队，然后参加全民运动会。怎么又绕回来？所以我们可能是体力上的付出以外，还有精神上要很专注在可能戏里面的那个情绪，然后还有小心不要被车撞到。就是 maybe 我们像全明星运动会，我们只要也不是说也不能说你一直打广告是什么意思？对啊，哦对，很不好意思。放手吧。